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雪。我们在荷花盛开的季节来到了铜梁区荷河原乡，在这里举行留学重庆读懂农历中外青少年自然探索铜梁区乡村行活动。我们把教室搬到了户外，我不仅弹奏了古琴锻炼了胆量，我还了解了许多关于夏至的古诗和知识，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那独特的魅力。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度，因为我还在学习中文，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雨很滑，我抓不到，但是很好玩。非常开心能来到重庆的乡村，有这样一次快乐的体验，所以他非常喜欢这里。The country is very beautiful. 这里非常的漂亮，然后也很喜欢这个乡村。今天我们学习到了夏至有关习俗文化，也是参与到了有趣的体验当中，更是观赏到了美丽的风光风景，相信大家收获满满，也非常期待在下一个节气与大家相见。